一打，我们没有要玩，我们没有要聊一打的意思啊，没有没有，只要你不过来，對你自己过来讲，你自己过来啊，你来，对，欸、你来，你自己来，我们就来聊，这阿四只有一个，对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对啊，我们来双打，好，我们来双打，好啦，来玩一打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没有没有要玩一打，我们要双打，要玩一打，我们要双打，我们要双打，你看你选一打，对，那我是聊一打，看腻了啦，不会，主角哎。那是一，那是二代的事情。对，那是二代，那很久之前了。不行，我们要回味一下。好吧，那我找个交友配。其实我没有看你刚刚选什么。我就小诗啊，也太官配了吧？对，但是我，你怎么？等一下，让我讲一句话。你怎么这么无聊？什么？眼镜哦、喔，官配太无聊，因为这很无聊，连大家都说你无聊了。对啊，大家都说你无聊，太无聊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好爽、啊！哪里？你就是才子。这么一点点而已，根本看不清楚啊！不要打我啦，是不是？有冲错边了，冲错边了，这样男人的魅力不行啦！等一下，没有传好啦，这个啦，你们是个传统，红蓝配也是一定用的，这至少有20本吧？我说我们好像开始玩一代，对啊，这是一代的画面吗？我不是在玩四代吗？不一定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有眼镜 ，OK， 有眼镜就是不同人，好吧？对啊，袁飞佐助，佐助在哪里？我觉得佐助很没有特色，我个人觉得。佐助超帅的，真假？因为他也是用功夫守护的。可是我觉得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是同人本强，每画200倍。那你喜欢那个吗？你喜欢和川家康跟那个石田三成吗？老实说，因为我觉得不喜欢。对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加康和石田三成。可是我发型跟石田三成差不多，我最近才想，我最近才注意到这件事情。他是想强调这件事情。我最近才，哇！哎、欸，你也有两个人选择，两个都有，有了十万。耶！哇！金牌哥，哇！太浪漫了。哇！有了，这样好像有点帅。还 OK 啊，还 OK。可是我要又戴眼罩又戴眼镜。不要这样嘛！而且那个眼镜是没有镜片的，就是这个框而已。就是一打眼镜啊，打他没干你啊！好冷哦！打眼镜哦，我终于懂了。打他没干你就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帅！有吗？帅啊！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你不懂，那个是那个恶魔人里面的梗，对那个那边天使的那个造型。你看他翅膀还变成两片，是很酷啦，但啊好，喜欢就好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啊，你就说，尬一点哈。来来来，超帅的、啊。谁啊？好可怕哦、喔！金色那个舍身佛，金色木乃伊。对，你看我们两个不是一金一白哦，就配对。白金配对耶，对，哇，好酷！你看到就转身一过来，哇，直接吓到3秒。这是我准，这是我天使跟佛那个佛像的组合，真的两边都来打我了，吓死我！两大宗教来屠杀我，打我，打我一回家，打我一回家，有L2 冠军吗？对，L2 有，来圈，有了耶！奇怪，真天魔王，舍身魔王，六星跋扈，这什么奇怪？天使混佛像，超奇怪。什么六魔叠心婆娑罗图？哇，酷欸！哇，直接爆炸啊！吓死了，什么鬼游戏？直接被吓，东西又喷出来。对，又来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到这边了，差不多。下对，移一下桌子。他要干嘛了？他，而且那个。